因为我觉得想到就是今天的主题有一点，突然想到就是在做一下不能用，所以我就写那个以前做那个啥，其实还是蛮。那等一下你们后续会看到，陆续看到一些什么话？那第二页就是这个类股出问题，然后第三页是啊，然后最后一个这种东西接出来会变成未来这个蛮原本的一种对吧？对啊，好累啊。我没有找到，因为我就是想要今天来问说有没有这种吗？没什么吗？就是阿九，就是 XB 的吗？哦 ，XB 的吗？就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帮你有的话就懂了。然后一些就是比较注意，如果你没有用过 JS 的话，可以看一下。我这边是一个点 JS 的，然后就直接写它。那这是把那个就把我们这种聚会的那个日期跟地点当做地方。那就是我身上先放个阵列，然后阵列里面再放四个物件，然后每个物件有两套，就是日期跟地点。OK， 那大概这阵子就长这个样子，所以不算是说你自己用手直接打，大概可以蛮容易看的。嗯，因为它本来就是程式嘛。这段是什么语言 ？JSON。啊，对，新系列就是 JavaScript。那也就是这那个等号后面的部分开始就是这个，等号前面就是主要加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示范那个把某些地方跳直接传移资料的部分。那其实第九页就是从跳跳传资料到编辑的。那先看一下上半段，就是上跳，然后就是大家应该可以知道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我把那个前 data 经过 JSON 以后，就放到前的。因为它自创就经过这种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下面就是把用片用 PHP 把这程序开关。那我就是我 print 了 R 两次，一次就是印那个 data 的 data 是把切开的两次，另外一次是把那个 data 库里面的 data 切开的，然后再下一个就是。手上就只有快的，就把它倒过来。之前看起来就没问题，就能用，都是不错。然后再下一页，第十页就是那个 PHP 把资料到 Curl 上，那看起来也是就很熟悉。然后那就不多解释。再看下一页就是它另外。像 data dump 一样，专门用来计算。有些部分的中文有出来，有些部分中文是烂掉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上
面那个是 beta 2，然后它的中文出来，然后下面那个是 beta， 那就坏掉了。你会看到一个乱码。它会说有的有的没有。它有的会出来，有的会出来。它有的会出来，有的没有出来。就是外面那一层的出来，里面那一层的坏掉。哦，所以是外面那一层，里面那一层坏掉了吗？对。然后那天刚好就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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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发现它这个，它是都是五位数这样子，比较大。那再看下一页，下一页的跟第十九页跟第十八页的差别就是那个就是时间。对。那第十九页就是直接把它用拜的，那就看到一马猫带来就变成九，因为一月八的每个中文或者对应三个拜，三个拜的。那一般来说，就是因为在这样传递的时候，就是用半个到单位，所以需要关键的是需要经过某种编码变成半个，然后再经过收档以后再把它拼拼拼拼回来。对，那 Pro 里面就是有宽字的那种设计，就是它是有，就是它每个单词可以存一个半，可以存一个数字很大的一个数字量。然后所以 OK， 那可是在电机里面它没有这样，它就只有白的。那所以说那个在 Pro 里面它的 JSON 啊，它是它要移动的那个 JSON 的时候，它就会把它就要输出变成白的。所以如果是中文的话，每个中文字它就会被拆成三个字。对，当然那我现在就在看为什么它那个扣第二次以后，它会下去。先讲第一，那个只有一层的时候，它不会有问题，因为Pro会把每个中文字变成三个拜字，然后就有变成。然后其实它收到的时候，因为它就是把三个拜字直接就当成一个中文字在看，它没有做转换，它就是用这样方式当做它就是一个文字去把它带进去，所以这样做就没有问题。那出问题的时候，是因为当Pro 在扣第二次的时候啊，他会看到原本这边那个透过的那个生成字串里面有三个拜，三个，然后这三个字都不是零到一二七之间，啊，因为那个九和对，一二七数，对，因为U 线八，我们中文压出去不会有任何一个字在一二零到一二七之间，对，所以然后那就要看这三个字都是三个宽字的。那应该就是一二八到二五五之间，所以他就再把这每一个字变成两个字，所以刚刚那个中文两个字，它再压低一次后会变成六个字，再压一次会变成十二个字。那可以前面看到，如果他一开始看到六个字的时候，会当成中文两个字；他如果看到十二个字的时候，他解第一次回来还是继续十二个半。然后解第二次，它还是十二个拜，所以就变成那这十二个拜的，因为每两个字凑成一个一月八的字，所以它就看起来就会变成六个乱码，六个反正不是我们形容的乱码，就是对，那它就是因为这样挂掉。那我以前在用刚开始就是还没遇到这问题的时候啊，有发现就是那个就是在。其实那个，如果你有兴趣，你可以回去看那个 JSON 的图啊。它字串那边也是很长的啊。它除了就是有一些 escape 的字元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反斜线 U 在最下面，反斜线 U， 然后在四个16进位的区域，它可以用来描述宽度。就它原本有，它最上面那一块很大片，它就说任何 Unicode 的字都可以用。现在的问题是。你那个 A 里面，其实它指的是已经被成变成一个 JSON 串，所以你这里只要用 JSON 语套，你用JSON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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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们有分种 Jason 和 Jason。出 Jason 会把它转成一个 Jason Stream， 不会把它做成一个。哦，就是说你所以他是维持他在 他看到什么就是什么，对对对对，他还是维持，所以你现在整个 container 起来之后，最后是 serialize 的。你现在是因为里面的电影经典，中间每一前面的每一次你都用 serialize， 然后最后一次用 container。这样的话，你要知道这次是不是最重要。可是你本来就不应该自己在追送 serialize 前面存一个 serialize 的追送字出来的。你应该是直接让那个 data 在里面可以被展开来的。就是你就。可是如果你已经做这个分别，那你还是告诉我讲一下那个 current case， 这个平常是不会发生的。到最后一次。到底为什么还会发生不好的？就是我们类似像那个 O O S 啊，或者他们都会有一个 file， 那又不想，因为他的那个用 M D 五或是 SHA 1之前，通常是要把一个字串。他只能看input的是字串，然后再去输出一个类似 JSON 的一个东西。那个字串，因为因为这次用的很不顺手，就好方便，所以就不想去自己再去想那分割符号，所以就 JSON 完丢那个东西。那所以说，所以我们有些地方就是 signature 就直接那一串字串就是一个 JSON。那当他这个 signature 要去传送给别人的时候，它就出现在另外一串字串，然后你又把它包在另外的 JSON 里面传给别人的时候，对，因为用的时候就想说它就是一个字串，反正它就是一个正一个字串，对，然后它是一个很正常的字串，我说它不是很正常。对，那像那个像 PHP 啊，它到 Perl 这边都没有出现。因为他都是后来发现他都是用反斜线义务去做的，然后反斜线义务那种写法每一个字都会代表一个情况，对，他只有在多次都会没有一个是如果这个的问题是因为 Pro 的那个字串的工作安排，所以你就 use 那个 encoding 什么号 warning 什么的，遇到这种情况他就给你 warning。 对啊，就第二次的话，我现在问题就是，因为他做了 auto update 之后，就会有情况，因为这通常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情况。啊。就是说，你里面现在是一个 byte， 可是你外面是一个预期，预期它希望它是，然后所以它两个不一样，他就自己想办法 update， 然后通常 update 结果都不是我们要的，所以有一个选项是先把这个。Thank you.